军无刺猬面，红色星空。1945年，美国是爆了第一颗核弹，并迫不及待的拿日本当试验品。雅尔塔会议上，罗斯福曾故作低调的对斯大林说：“我们研发了一种新型武器，威力十分巨大。”斯大林表示：“如果能用到反法西斯战场上，那将会十分有益。”罗斯福前脚刚走，斯大林就下达命令，尽快研制出原子弹。苏联于1949年研发出原子弹，仅比美国晚四年。随后，英国、法国、中国分别独立研发出了原子弹。这五个国家共同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，成为互相认证的合法拥核国家。中导条约与核不扩散条约签署现场，不过除了这五个国家以外，印度在1974年进行核试验，南非在1977年进行核试验。以色列虽然没有地方试验，但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，时间点约在80年代初。也是同一时间，巴基斯坦拥有了制造核弹的能力，虽然他们迫于压力1998年才进行核试验。朝鲜于2006年开始核试验，总计进行了6次，全部都是埋在地下炸的。朝鲜不仅完成了核弹，还完成了小型化工作，成果十分显著。普遍观点认为，伊朗的核武器技术就来自朝鲜。除此以外，白俄罗斯、乌克兰、哈萨克斯坦三国也是拥核国家，他们虽然没有技术，但从苏联继承了大量核弹，尤其是乌克兰解体后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核武国家。好在这三个国家都比较看得开，主动放弃核武器以换取西方的认可。苏联解体令核武器市场变得混乱，其实核武器技术门槛不高，甚至可以说很低，难道是原材料的获取与小型化的控制技术。德国人于1939年提出核武器的构想，1942年完成所有理论工作。他们的问题是重水工厂一直被炸，致死的也没能凑齐原材料。爱因斯坦1942年给罗斯福写信建议制造原子弹，到1945年就走完研发制造试验全套流程，也就三年。苏联从看到广打原子弹的威力到制造原子弹，也就是四年。自然界中只有铀235能够进行链式反应，而铀矿中99都是十分稳定的铀238，链式反应需要的是99的铀235，所以需要提取与浓缩。这就是美国一听伊朗要浓缩铀就头疼的原因。郴州711铀矿与衡阳712铀矿是我国主要铀矿产地，以投在广岛的小男孩为例，这是最简单的枪式核武器。在原子弹两端放上几块处于亚临界状态的裂变材料，一端放上炸药，需要炸的时候就引爆炸药，把裂变材料推到一起去，瞬间达到临界状态就炸了。这样炸的问题是会有很多材料还没来得及参与链式反应就炸没了，因此小男孩的利用率只有不到1%。据美国有关部门的推测，南非所拥有的正是这种枪式核武器，而胖子则是球形设计，从外均匀的往内炸，效率高了好多倍。小男孩与胖子的结构示意图，目前世界上有四种核武国家，一是武常，二是非法拥核国家，如印度、巴基斯坦、以色列，三是积极谋求核武器的国家，如朝鲜、伊朗以及回头草已生的伊拉克、叙利亚，四是技术没问题再不敢拥核的，如德国、日本。笔者记得日本多年前曾爆出过几十吨提纯的核武器原材料失踪了，大概就是美国给没收了。这其中还有些国家拥有核武器，但一门心思的想着卖点钱，乌克兰就是代表。南非则比较奇怪，原本是研发出核武器的，但却主动放弃了，因为他们不愿为不切实际的实力背负承担不了的国际困境。朝鲜炸毁核试验基地，但他们已经完成了所有试验。更多有趣好玩的军事文章、视频、图片
电影、游戏，关注君无次卫冕微信公众号。